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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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我们来看这个课本十四页啊，讲到第五啊，这个讲《般若波罗蜜经》的原因缘起。那第五是说到，那他我们看到第二行啊。他前面是说到啊，那么有些众生善根成熟，应该得度啊。那通常应得度的都是善根成熟的。那我们说过，佛度众生，基本上把众生分为三类啊。那么第一类就是善根成熟的，那么他这一生可以得度。第二种就是有善根，但善根不成熟的，那么要为他成熟善根。第三个就是没有善根的，那为他种下善根啊，那基本上是这三类啊。那佛弟子里面善根成熟的比较多啊，那外道中也有善根成熟的，但是啊，就是没有善根的比较多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佛多为弟子说法啊，其实是这样。好，那么因为有一些人应该得度啊，就是善根成熟的。那以佛大功德智慧无量，难知难解啊。但是因为多数的人啊，我们这里说到为恶思所惑，心莫邪法，不入正道啊，就是他的缘不好。通常你虽然有善根，但是你的善缘不好啊，所以很容易被误导啊，被误导。那就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所谓被误导就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佛说非佛，佛非佛说佛啊，这个在大乘里面也有这样说。那么他说，因为这样啊，所以要为他说般若波罗蜜啊。他说，为是被人起大慈心啊啊，以大悲所受之啊，令入佛道。是故自现最妙功德，出大神力。好，那他这里引了般若经的说法啊。那这几段里面有些说，有些是引般若经的，有些他这个课本里面啊，那么他把它标成书名号《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并不是般若经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比如说第六个下面。啊，那么般若波罗蜜中啊，那么跟第四个啊，那么这个佛住般若波罗蜜实相中啊，那么清净如虚空无量无数，这个是显示这个般若波罗蜜的。那么这个并不是指般若波罗蜜经啊，那这个我们要稍微把它分一下啊，这个等到第六个时候我们再来讲。好，那现在先讲第五个。那么这里举的般若波罗蜜初品啊，当然就是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他说这个在般若，我们只要讲到般若经或般若波罗蜜，基本上就是指鸠摩罗什翻的三十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他在续品啊，这个在卷一啊，就是般若经一开始卷一，他就讲佛入三昧王三昧，从三昧起，以天眼观十方世界，啊，举身毛孔皆笑，从其足下千佛轮相，放六百千万亿种种色的光明，从指足上，啊，那么乃至肉髻啊，从最脚底到最头顶，处处各放六百千万亿种种色的光明。啊，就青色、黄色、赤色、白色，种种色了啊！普照十方无量无数如恒河沙诸佛世界
啊，令接令大民。好，那么他底下说啊，那么入这个三昧有这个境界啊，那么从三昧起，那么才讲般若波罗蜜，断众生一切的疑解。好，那说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般若波罗蜜也可以讲说是能够令众生得无上道的、得解脱道的法啊。那一般来讲，我们确实的说，并不是只有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才有般若。那么佛说的一切法中，多数都有般若，就是能够解脱的，就是真理跟能够证得真理的方法。就是什么是真理，如何证得真理，多数了。那么少数说的是，啊，我们叫做世界升天之法啊，那个不一定是有般若啊，但是这里讲的般若就是实相啊，知一切法的实相，那并不是在般若经里面才有般若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不过这里一个般若经是专门在讲般若的了啊。好，那现在我们先了解一下所谓的这个三昧王三昧。好，那这个三昧王三昧，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课。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黑板啊。那通常来讲啊，什么叫做三昧王？等一下我们再来写啊。我们先了解一个概念，就是阿含经里面三昧其实就是三摩地啊，其实就是禅定。但是在这个阿含经里面的三昧啊，那它有些是比较偏向于所谓的定。啊，那大圣里面的三昧比较是在说明定慧均等的境界，比较偏向慧啊，就不太一样啊。那从这个大智慧里面来说，从般若经来讲啊，他把三昧分成所谓的三类的三昧啊，一个就是啊，我们讲般若经卷二十啊，在很多经典里面都有讲啊，他讲啊，就诸佛三昧。有声闻辟支佛三昧啊，那么有菩萨三昧啊，通常就是三乘、二乘、声闻辟支佛、菩萨跟佛啊，那么把三昧分成这三种，那这三种都是圣者，都是圣者，我们叫做三乘啊，声闻辟支佛跟佛菩萨已经是四个了，那声闻辟支佛是一个啊，声闻基本算一个，这个叫做二乘，这个叫做菩萨，这个是佛，佛是圆满啊，好。那有分在卷二十里面啊，其他的也有说到啊，那么有讲到啊，像般若经卷三啊、卷五啊、智论卷二十八，这些都有讲到啊，所谓的诸佛三昧跟菩萨三昧的不同。那他通常啊，通常讲到这个比较上佛的三昧跟菩萨的三昧，那这个在般若经里面啊，他提出所谓的百八三昧，就108种了。啊，般若经里面提到百八三昧，像如果我们讲声闻佛法，就是声闻讲的三昧，那么它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修四十业处啊，那么或是啊这个最主要的基本上是所谓的三三昧啊，那三三昧通常是空无相无愿，那有一些是空无相无作啊，就是它也有一个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主要是空三昧。那空三昧是解脱的，那这个我们来看他讲到啊，他讲到这个三三昧啊，等一下再来讲三昧王三昧、首楞严三昧啊，那跟空三昧啊，他这三个主要的不同在哪里啊？那因为黑板还不得写，等一下再来写。那我们先理解啊，就是在般若经里面，他明显把三昧分成三类啊，一个就是佛的三昧啊，佛的三昧。诸佛都一样啊，那佛三昧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三昧王三昧啊，这个是诸佛三昧。那么从大智论卷七里面，他说唯佛能知啊，一切众生啊，乃至十住啊，或是十地菩萨啊，其实像早期十住就是十地了啊，那后来就变成52个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像十住毗婆沙论，其实不是讲那个十，不是讲那个52阶位里面的十住，就是十地，十住就是讲十地，啊，那十住毗婆沙其实就是讲十地菩萨啊，他没有讲完啊，但是就是主要是指十地，
那他说乃至十地，那十地在般若经里面，十地之后就成佛了啊，就成佛了。他一生补处过去就成佛了，不能测之啊，就是说为佛与佛乃能就近了之啊，《法华经》说的。那这个是诸佛三昧啊，等一下我来讲。那么依这个般若经，依这个杂经里面讲，这个三昧王三昧啊，那么是一切三昧中王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三个的主要差别了啊。那么他啊，等一下再来写好了，不然这样会乱掉。好，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啊声闻辟支佛三昧。那他有讲到啊，这个在《大智论》卷43啊，他说这个没有进涅盘的时候啊，因为太多了，我们就写主要的就好。没有进涅盘的时候，有很多三昧，这外道也有很多种种的三昧，但是能够进涅盘的三昧只有一道啊，就是空。那其实基本上它叫做三三昧了，空无相无作啊，那有时候叫空无相无愿啊。那么。就是还没进涅槃就有很多种三昧，但是能够让你进涅槃，就是能够让你解脱的，那么就是空三昧啊。那么它基本上是有三个，那这个三三昧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这三个都是一样的啊，空、无相、无作都能够得涅槃。一种说法是你得空之后，然后还要修无相，得无相之后还要修无作啊，那基本上是一种就是它是。同样的一种就是它是次第的啊，有这两种说法。但是这里基本上啊，那我们如果看《真阿含》里面的啊，它类似像这样，就是说声闻辟支佛基本上是空三昧。那空三昧其实就是证无我了啊，证无我啊。那无有空三昧啊，便流浪生死。就是说你能不能解脱，取决于你有没有空三昧。如果你有空三昧，那 空三昧其实从般若经角度来讲，就是无我，就是你能够知无我，五蕴无我，十二处无我啊，十八界无我，缘起无我，中道无我啊，就这个，那么你就流浪生死，你就三界六道轮转，不得自尽解脱。那如果你得空三昧啊，它文蛮长的，不过我们简单讲，那么你就一定可以得无厌三昧，无所厌故嘛啊，那么你得无厌三昧，你就可以得无想三昧，啊，那么他又翻作啊，他空无厌无想啊，这里是讲空无厌无作，有时候写空无厌，空，他这里是空无相无作，啊，那有些是空，这个无作基本上就是愿了，啊，空无相无愿啊，或是想想就是相，好，那这里就是空无相无愿啊，那么得无厌三昧就得无想三昧。那么，所以结论，以得空三昧，变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阿耨多罗三藐等于是所谓的解脱成等正觉啊。所以他说，空三昧与诸三昧最为第一。那这个是就声闻辟支佛的三昧来讲，是第一啊。但是如果从这个菩萨三昧来讲，就不是了，它是首楞严三昧啊，首楞严三昧啊。那首楞严三昧不是那个。你念楞严咒得到那个首楞上面不是哦啊，那个跟那个不一样。有一本经，初期大圣有一本经叫做《首楞严三昧经》啊。那这个《首楞严三昧经》里面啊，就讲到很多三昧。那一般我们流传的说啊，这个我们有一本经叫做《法灭尽经》嘛。我们有一本经叫《法灭尽经》啊，这个是后期出来的。那讲到法要灭的时候啊，法要灭的时候。从首楞严经啊，那么好像跟般若三昧经这两本先灭、啊、那么后来的人误会了，就认为是我们念的那个阿难摩登伽里那个大佛顶首楞严经那一本经，其实不是，它是指首楞严三昧经。那么首楞严三昧经为什么首楞严三昧经跟般若三昧经先灭啊？基本上是因为他说法要灭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不知道真正的佛法，然后也不修禅定，因为你有定，你才能够什么？你有定，你才能够引发慧。那么大家也不持戒，你没有戒，你修定会有障碍。你没有定，你就不能引发无漏慧。
那你没有无漏会，你当然就不能成圣者，那么真理就被埋没。那因为没有，那什么叫做守楞严呢？啊，守楞严基本上就是你能够知道一切三昧的修法。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再烧一下，就是你能够知道一切三昧的修法。那么一切三昧怎么修都没有人知道了，佛法就要灭。啊，那么其实讲的是这个。后来的人误会了，就认为说啊，这个楞严咒能够降魔。那如果念楞严咒能够降魔，佛法就不会灭。佛法会不会灭跟魔没关系，跟你知不知道佛法有关系，跟魔没关系哦，跟你有没有如实修行，会不会修行有关系。魔本来就有，那释迦佛为什么可以成佛？舍利佛目犍连怎么可以得解脱？啊，那释迦佛没有魔干扰他吗？有啊，他为什么可以成佛？为什么那么多人可以得解脱？啊，跟魔没有很大的关系。跟楞严咒也没有关系，啊，那它其实是指守楞严三昧经。那它里面讲到，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佛法要灭，那么从守楞严跟波那波作三昧为什么也是？因为波作三昧就是信行人一见佛而入解脱道的，啊，它是从信行人。那这个守楞严三昧经比较是从法行人，就是对佛法理解，然后修三昧，然后依会得解脱，从般若入的。啊，那么你即使是信行人，他对佛没信心，法行人对法不了解，佛法就要灭。其实讲的是这个。那后来的人误会了，啊，就开始宣扬这个楞严咒啊可以灭佛，那么念楞严咒就可以降魔，念楞严咒佛法就不会灭，啊，其实完全误会，啊，那其实他就是守楞严三昧经。好，那等一下我们就顺带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很多人是误会的。好，那这里讲到啊，讲到这个三昧王三昧，那三，我们先理解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在自论后面都会有讲，那我们是把后面的东西全部拉来这里一起理解。那等到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太多了，不知道能够讲得到讲不到不知道了，但是我们会把后面的先拿过来说啊，所以他这里我们要先知道。因为三昧王三昧完全是佛的境界，一切众生、一切贤圣，包括十住菩萨、等觉菩萨都没有办法理解，只有佛，唯佛与佛乃能究竟了之啊，就是诸法实相啊，就《法华经》讲的。好，那其实就是诸法实相，就是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好，那这个三种，诸佛的三昧、二乘的三昧跟菩萨的三昧，诸佛的三昧。基本上主要就是三昧王三昧，声闻辟支佛三昧最主要的是空三昧，菩萨三昧最主要的是守楞严三昧。好，那守楞严三昧不是楞严咒的那个三昧，是能够知道一切三昧的修法。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一下这个。好，我就把它擦掉了。空三昧啊，就是知一切法空的三昧。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好，我们先了解一下啊，三昧王三昧，先了解一下守楞严三昧。好，好，他说啊，我们看先看《般若经》卷三。他说：“诸菩萨摩诃萨有三昧，有三昧名守楞严。”那百般三昧里面。百般三昧里面，一开始就是守楞严三昧啊，守楞严三昧是最大的三昧啊。那《般若经》讲百般三昧，后来甚至那么到了《华严经》，主要就讲百万三昧了啊，就非常多。那《华严经》里面没有看到有三昧王三昧啊，《华严经》里面好像比较重海印三昧跟华严三昧啊。但是没有看到有三昧王三昧这个名相出现了。好，
那般若经里面比较强调这个，好，他说名首任眼，那么形式三昧，就是菩萨依首任眼，那么可以成佛，那么成佛就变成三昧王三昧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声闻是空三昧啊，那名首任眼，形式三昧，念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后面会解释啊。这个是般若经里面讲的所谓的首楞严三昧。好，那什么叫做首楞严呢？我们来看大智度论的解释。那般若经自己有解释啊，般若经卷五，何名首楞严？就是一样般若经啊卷五，他说什么叫做首楞严呢？知诸三昧行持啊，他说云何名首楞严？就是很简单讲，就是你知道一切的三昧怎么修啊？你知道，比如说你知道四无量心怎么修，慈心三昧怎么修啊？你知道这个无想三昧怎么修？你知道这个虚空三昧怎么修啊？那反正就是一切三昧你都知道怎么修。那知道怎么修，第一个你自己有成就，第二个你可以教人。那么当所有的人都在修三昧的时候，就可以依三昧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会有佛。就会有阿罗汉，就会有菩萨，啊，那么佛法就不会断。那佛法不断，佛法不断，那么魔就不能障碍，啊，那么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教一个这样。尤其是菩萨，那么特别是菩萨，因为菩萨是发菩提心要利益众生的。那么你单单说要利益众生，结果你是怎么利益众生？没有啊，你就是给他糖吃，给他饭吃，然后呢，今天吃完了，明天还饿啊。然后有些有后遗症啊，所以你不能让他得真实利益，佛法的真实利益。佛法里面讲度众生，它基本上是度脱众生的烦恼，度脱众生的烦恼，令众生超越生死苦海，基本上讲的是这个。但是因为你没有，你不知道三昧，你本身不会修三昧，你也不知道教人家怎么修三昧，所以没有三昧，就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三昧，没有三昧就没有解脱啊！这个空三昧嘛，那没有三昧，没有三昧就没有菩萨道，没有三昧没有解脱道，没有三昧没有佛啊！所以因为这样，那么你如果你有首楞严，就是你知道一切三昧的修法，那么佛法就不会灭啊！其实是讲这个。那么当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修三昧的时候，佛法就要灭了，啊，其实是讲这个，所以说佛法灭要从首楞严三昧经开始先灭，啊，那甚至是般若三昧经，般若三昧是见十方佛的嘛，啊，那么你不能见佛，见佛就见法，你不能见法，就是你不知道佛法怎么修，啊，好，那如果是大智度论啊，我们来看大智度论有更详细的解释。大智论，啊，论就是大智度论了，啊，那么大智度论卷四十七，他写的多一点啊，我们就参考啊，卷四十七，他说啊，分别什么叫做首楞严啊？前面是一样的啊，就是首楞严三昧者，分别知诸三昧，分别知。诸啊三昧形象多少深浅，如果声闻的话，禅修的话，那么禅修最主要的就是两个，那后来有变成所谓的五停心啊，
那最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安那波那，一个就是不净观。好，那比如说安那波那，那安那波那是比较多人常修的，禅修就是常修的了。那你要知道，那什么叫做安那波那？它就是出入息，出入息。那么观呼吸，观出入息，那、啊、怎么观？好、哦，那习长之习长，习短之习短，啊，那么要怎么观？那、啊、第一步怎么观？那、啊、观了之后呢？啊、接下来有什么境界又要怎么观？那、啊、这个你知道，深跟浅，啊，怎么下手？那、啊、遇到了要之后要怎么样？那么蜘蛛三昧形象啊，就是它不一样啊。比如说不净观要从哪里开始观，啊，那么从取实施的实相开始观，啊，然后比那很多种观法，比如说那么你要观空三昧好了，那你要怎么观空？啊，要怎么观无我？啊，那这个。如果是色受想行识，那你要怎么观这个色？色是空，色是无我，那从无常开始观。哈、啊，你想啊，怎么样观无常？啊，那如果你执着的话，那先观不净。啊，就是四念处，类似像这样。那这个整个形象，啊，那么多少深浅？好，那这一些我们都要知道啊。他说你能够分别了啊，那。如大将蜘蛛兵力多少？啊，他说如大将，就好像你大将军啊，你拥有多少兵你是知道的啊。如大将蜘蛛兵力多少？所以他说，菩萨得智三昧，诸烦恼魔及魔人无人坏者。所以你看，能够降魔的其实就是守楞严三昧，不是楞严咒啊。他说：“菩萨得智三昧，好，我们写在这边好了，把这个擦掉了，等一下再来讲三昧王三昧。因为我们虽然学佛啊，出家或是修行，或是学佛研究经典，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是以讹传讹，啊，像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也是很多人跟我们讲，早上为什么要送楞严咒？”因为送楞严咒可以降魔，啊，所以啊非常重要。那么假设有人啊，那么怀疑楞严咒不能降魔，那个就是魔，那就是魔要毁坏佛法。因为《灭尽法灭尽经》有讲啊，那么佛法要灭，从楞严经开始灭；楞严经要灭啊，就变成从楞严咒否定楞严咒、否定楞严经开始。其实不是这样。这个道理不是这样，降魔最重要的是大家没有佛法的智慧了，佛法就要灭。对于真正的佛法不能理解，对于相似佛法以为是佛法，这个佛法才会灭。这个阿含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佛法是怎么灭的？法说非法，非法说法，是从这个地方灭的啊。它并不是说哦，你没有念楞严咒，佛法就会灭。如果是这样，南传都没有在楞严咒，他们的佛法怎么不灭？楞严咒大概是从清朝、明朝，啊，大概开始流行的了。那唐朝以前也没有楞严咒，他为什么不灭？啊，所以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哦。南传的都没有在念楞严咒啊，他们怎么不灭？啊，所以并不是楞严咒的关系，是。守楞严三昧的关系，好，我们再把这个还没写完呢、啊。蜘蛛八将名将多少？这个一定要澄清啊，因为很多人都误会啊，然后认为拼命念楞严咒就能够让佛法住世，不是？你要好好学习佛法才能够让佛法住世啊，好好修行佛法才能够让佛法住世，因为佛法住世要先住在哪里？要先住在你的心里，你的心里面要能够住持佛法。你到哪里，正法就到哪里，因为你就代表正法嘛。其实是这样，而不是你到哪里都带着楞严咒牌，都带着楞严经，然后佛法就能够住世，没有这个东西啊，不是这样子的啊。很多出家人都不了解，一定要好好想清楚啊。那我们看啊，他说啊，我们把这个就是这写到这里来啊。他说这个。菩萨得智三昧，
诸烦恼魔及魔人。重点啊，我们说魔主要是烦恼魔，魔主要是烦恼魔，啊，有四种魔嘛，啊，五阴魔，像那个苦，啊，生死魔、死魔、烦恼魔，还有天子魔啊。那么主要是烦恼魔，因为烦恼魔会招感天子魔。那如果你没有烦恼，天子魔与没有你奈何啊，就好像很多魔也要干扰这个佛啊。但是佛有正觉，不受干扰，啊，基本上能够降魔的就是什么智慧，不是哪一本经、哪一尊佛、哪一个咒，就是你的智慧，你拥有如佛般的智慧，啊，基本上是这样啊。说诸烦恼魔及魔人，及魔人啊，就是天子魔了。那一般人其实也不是天子魔干扰，都是鬼神干扰。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有时候他有些打坐啦，或是他修行用功，其实大部分都不是天子魔。我们说过是六欲天的，他化自在天的，啊，那么这个天魔干扰啊，通常不是，通常都是鬼神跟鬼神相应，你的心直取跟鬼神相应，啊，那么鬼神干扰的，啊，那么你要能够不跟鬼神，就是修行比较没有鬼神或是这一些干扰的话，通常有四种，啊，大家要记得，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有持戒很清净，啊，那就好像你穿着很坚厚的持戒，那个战铠一样啊，那个刀枪都刺不进去啊，啊，就是贪嗔痴的这个箭射不进去啊，那么你持戒虽然你智慧不大，定力也不够，但是你的铠甲就是你的武功没那么好啊，那么皮肤也没那么厚啊，但是你的铠甲很厚啊，那这个就是你持戒很严，虽然你过去有冤亲债主啦，或是有人想要干扰你，干扰不到啊，这个是一个就是你定力很强，因为一个修行人要会受干扰，就是他心要先动，心要先动啊，所以心动就为魔所缚嘛，就安静讲的，你所以。一般鬼神要干扰你或天魔要干扰你，要让你的心先动。那他要让你的心先动，他一定会第一个，他有两个，一般就是威胁跟利诱。他第一个让你害怕，第二个让你生起贪爱，啊，然后基本上是这样啊，基本上是说，他会先让你相信他，让你相信他什么呢？第一个，他先让你相信他，我比你厉害。那你要先相信他的存在，确实有魔，确实有鬼，确实有什么，确实相信，就是你要相信他的存在，所以他第一个就是会让你看见他，让他相信，或是听见，或是感觉到，让你相信他的存在，这是第一个，就是要先信了。第二个，要让你知道他比你厉害，他可以给你利益，他可以帮助你，也可以伤害你。如果就好像我们看见一只老虎，为什么会怕？它会伤害我，它比我厉害，它会咬死我，我咬不死它。那你看见一只小猫，你为什么不怕？老虎跟猫都差不多啊，你为什么不怕？它伤害不了我啊，对不对？那所以通常你要记得哦，其实我们修行都会遇见，有看人啊，看人的善缘，有时候多少会遇见人事。那你要知道魔是怎么干扰人的。那么通常要你配合啊，你不配合他干扰不了你哦，那除非你跟他过去，就鬼神也一样，除非你跟他过去有很深的业缘关系。好，好，那么这种第一个就我们说，第一个你要是持戒很精严，他基本上铠甲很厚，他基本上伤害不了你。第二种就是你的定力很深，你对这些境界不以为意，你不受他影响。那一般的人都会受影响。那多数的人，他通常啊，第一个就是他相信这个鬼神魔的存在，啊，他在，他不在，你怕什么啊？他在，而且他相信他的力量比我强，他可以伤害我。为什么有些人会怕鬼？啊，现在七月超度很多，有些人为什么会怕鬼？
照理来讲，鬼是弱势的众生，鬼道是弱势的众生啊，鬼是弱势的众生，弱势啊，弱势的。为什么？三恶道是没有福报的嘛，烦恼重的嘛，福报比人差的。啊，照理来讲，他应该怕，他应该怕人，啊，但是他有些鬼道也有福报，有些人没什么福报，啊，他因为业有两种嘛，啊，一种就是你可以升到这个人啊、鬼啊这种叫做隐业，一种就是满业啊。那么就像大象虽然业报比你差，他升畜生道，但是你跟大象打架，你一定是打不过他，啊，老虎打架你打不过他，因为他有一些威德力啊，那但是他没有办法做人啊，类似像这样，那所以他还是有一些差，这个叫满业，圆满不圆满的啊，隐业就是你到六道里面的，那这两种业啊，有强有弱，有强有弱，啊，好，那通常鬼是弱势的众生，那为什么假多数来讲，多数来讲，鬼是怕人的，那人为什么怕鬼？假设他心里面开始怕的时候，心里面开始怕的时候，那么他就怕了，就像打仗一样，100万个人可能因为害怕会被10万个人打败，啊，甚至是1000个人打败，啊，他通常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必须要对佛法有非常强的信心。第一个，你必须要非常强的信心，你不怕他。那么这种信心来自于第一个你自己实际修正的经验，啊，比如说你持戒，你就无所害怕。啊，那你有福报，你也没有什么害怕；你有智慧，你也没什么好害怕；你有定力，你也没什么好害怕。问题是你什么都没有，又觉得自己，然后你又觉得他很强，然后你就会因为他而产生害怕。那么一害怕，他就趁虚而入。鬼道众生基本上都是趁虚而入的。那么，就好像那个小偷等你家没有人的时候他才进来的，等你心没力量的时候，那个虚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力虚体力，所以你老了病的时候，那你很容易被干扰，啊，但是这个还不一定都会这样，就是你力虚体虚啊，体力，那么最重要的是心虚怎么会心虚？你害怕他就心虚了，或是你做过一些不好的事，你心里面自己会联想过来，哎呀，或者是什么报应什么，反正就是你这个心虚它就会趁虚而入。如果你的业缘不好，如果你的福报不够，那么你很容易被它趁虚而入，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哦，好，那 我们是顺带讲，啊，因为其实很多修行人会有这一类的问题，啊，那么会怕鬼怕死怕黑，啊，好像怕很多啦，就是你会怕很多东西，怕战争啊，怕瘟疫啦，啊，怕死啊，怕鬼啦，啊，反正你就是不怕，不知道佛法。你一知道佛法，我告诉你，你对佛法有信心、有智慧，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业缘的。你知道怎么避免，遇到了怎么处理，啊，没有遇见的时候怎么预防，就好像我们预防烦恼一样嘛，没有烦恼的时候怎么预防？可是你不能保证你一直都没有烦恼啊。境界来会起烦恼，好，那有烦恼的时候要怎么处理？那你处理也不能保证你一直都处理得很好啊，处理不好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那这种东西是很重要的，那么其实它这个就是一种烦恼嘛，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菩萨得四三昧啊，就是首楞严三昧哦，啊，现在我们要稍微就是讲一下首楞严，那么诸烦恼魔及魔人啊，其实就是天魔，啊，但是多数都是鬼神，啊，那我们刚才还没讲完，啊，就是说通常鬼神相应主要 有四种，第一种就是你持戒很庄严，啊，那么他伤害不了你，啊，那么第二种就是你定力很强，你不为所动，不容易为所动，啊，那么他也伤害不了你，因为他要动你一定你要先相信他的存在，而且相信他比你强，相信他可以伤害你，或是相信他可以给你利益加持你，啊，那这个你心信他，而且自然跟随他，那么你就怎么样，这个时候你的心是虚的，他可以趁虚而入。第三种，啊，就是你定力强，你定力强不一定哦，但是
定力强，基本上鬼的定力都没那么强，除非那种大力鬼了。大力鬼连舍利佛都打了，你看《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大力鬼啊，那舍利佛在那边打坐啊，他不晓得跟他过去有什么因缘，不晓得他看到他很生气就打他，那舍利佛只是稍微头痛一下而已，那个也有，但是很少很少啊，非常少。所以你定力强，那定力要看你到怎么定了啊。那第三个就是你的智慧很高，这个是根本。如果你有很高的智慧，那么一切的魔不能障碍，烦恼魔及魔人都不能障碍，就是你有很高的智慧。那么所楞严基本上就是你有种种的方法对治种种的障碍啊，那么种种的法门对治种种的烦恼，八万四千法门就对治八万四千烦恼啊，其实是这样。好，那么诸烦恼魔及魔人无能坏者啊，无能坏者，所以真正降魔，像释迦佛在菩提树下降魔也是这样，依他的戒定慧五分法身，那么降魔的并不是他念楞严咒降魔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无能坏者，他说譬如转轮圣王主宾宝将啊，他用转轮圣王的譬喻来讲，那么三昧王三昧也是，都是用王，空三昧也是，也用王啊。好，那么这个是三种都是第一，都是王，但是他是主要是，如果你看其他的经典或论里面，他会讲到这样。那么主要是他分啊二乘的、菩萨的跟佛的。好，那这个是所谓的所楞严三昧啊，这人卷四十七。好，好，那我们再来讲三昧王三昧。这个基本上是在后面的了啊，但是我们把它拿到前面来讲啊。好，现在讲三昧王三昧，我们要记得，所楞严三昧就是蜘蛛三昧形象。好啊，写在这里好了。那跟三昧王三昧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我们看一下，三昧王是这个一切三昧悉入其中啊。他说入三昧王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啊，这两个有点不一样。就是他应该就变成是说，你得三昧王三昧，你就是证得一切三昧，啊，你就是你能够得一切三昧了，啊，那他只是蜘蛛三昧的形象，他怎么修，啊，好，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三昧王三昧，那这里是十地菩萨入此三昧，从这个自论来讲，十地菩萨才能够得所楞严三昧，十地菩萨住三昧所楞严三昧，那佛住这个是佛，那从般若经典来讲，十地之后就是佛了啊，啊，其实是这样，所以十地菩萨可以变现做佛，可以变现做佛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三昧王三昧。那另外讲这三个的啊，我们把原文写一下好了啊，就是自论卷二十三啊，刚才有讲啊，但是还是要写一下。何等是三昧？他说：一从空等三昧，
从空啊，就是空三昧等啊，空无相无作啊，就很多啊，等三昧，等三三昧，空无相无作啊，空主要是空啊，乃至首楞严三昧啊，他把它首楞严啊，不是首楞严，乃至金刚三昧，首楞严是菩萨三昧啊，乃至金刚三昧。这个是大智论里面的，乃至金刚三昧，啊，那么它是集啊，它其他的阿罗汉、辟支佛三昧，那金刚三昧跟空三昧是一样的，刚才讲空三昧可以入无余涅槃，那金刚三昧也是一样。啊，金刚三昧大智论的解释说，能破一切诸法入无余涅槃，啊，那不受后有，那跟入涅槃是一样啊，就是这个都是，那么就是从三三昧，主要是三三昧，啊，然后乃至金刚三昧啊，那么这是阿罗汉、辟支佛三昧啊，然后第二个观十方，他就在解释三昧的一个不同啊，第二个是观十方佛三昧，其实就是般若三昧。观十方佛三昧，乃至首楞严啊，就百八三昧里面主要的观十方佛三昧，乃至首楞严三昧。所以你看那个《法面净经》就讲啊，这个其实就是般若三昧，其实就是观十方佛现在前三昧。好，乃至首楞严。好，那你看哦，你看那个《法面净经》里面就说。啊，佛法要灭，先灭什么性？般若三昧经跟首楞严三昧经，跟首楞严经，他其实讲这个啊，啊，就是没有菩萨啊，就菩萨三昧没有了啊啊。那声闻他基本上，因为声闻入了无余涅槃啊，他比较没有倾向要度化众生嘛。那菩萨是要努力度化众生，教众生修的。那声闻是他自己修，解脱就解脱了、啊。那么如果你听就听，不听我就算了，我就自己涅槃了。那菩萨不是啊，啊，那没有这种发菩提心的人，佛法渐渐就减少了，那佛法就会灭，啊，那就是没有菩萨了。那么，反正你爱听就听，你不听，啊，以我也无损嘛，啊，我自己也是解脱啊，啊，我管你们那么多，啊，那是你自己受苦啊。但是菩萨不是这样啊，但是菩萨要教人，不是说哦，你来拜佛啊，你来学佛啊，你来皈依啊，你来道场做义工啊，反正这样就好，没有这样是。这样是对于你真正学佛没有叫做真实利益啦，你那个就是表面短暂，表面的短暂的一时的利益，他要佛法要给你的就是真实究竟圆满的利益。那我们现在就度众生，好像说啊，就让你来学佛拜佛，让你来做义工啊，让你来参加法会，那这样就是度你啦？没有，没有，不是哦。你真的要利益众生，你想想嘛，你这一生在这样的佛法里面，你得到什么利益？你好好想这个问题吧。你自己学佛几年，你在这样的佛法氛围里面，你得到什么利益？你身心安定了吗？很明显不安定。你身心清净了吗？很明显不清净。你明白世间一切的道理吗？你对一切境界不执取吗？明显会执取。你有离欲清净吗？明显没有。好，那你得到什么利益？那所以你要了解佛法，你所学习的佛法带给你什么利益，你要了解这些东西哦。那如果你现在所学习的佛法并没有带给你真实的利益，你有没有信心说我这样学我向解脱，我这样学我向善向上向解脱，你有没有这种，你有没有这种肯定？有没有这种把握？有没有这种信心？如果没有，那你怎么可以说，那你跟着我的学，你就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什么利益？没有。这一点一定要好好的想，因为我们不是、啊、懂得很多佛法的知识就好，啊，然后就是啊，我们能够在佛门里面安身立命就好。你的心，
你的身在佛门里面，但是你的心在怎么样？在外道里面，在生死里面，在烦恼里面，你没有得到佛法的真正甘露、清净、智慧的功德，你没有。那这样其实是，这样其实是看起来是佛教徒，其实是外道，啊，看起来是要向解脱，其实是在大海里面还看不到边，啊，不知苦之本际，啊，这《阿含经》讲的嘛，一切众生无名所缚，爱结所系，不知苦之本际。苦边在哪里？看不到，还不知道啊！我们把这个写完就好，啊，先把这个写一下。好，这个是啊，那么从观，这个是菩萨的三昧，这个是声闻阿耨僧的三昧啊。另外第三个啊，从断一切疑啊，这佛的三昧，从断一切疑，断一切疑三昧。乃至三昧王三昧，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三昧王三昧，然后所楞严三昧，然后他诸佛佛三昧是从断一切疑啊，一直到啊三昧王三昧啊，然后所楞严三昧，然后这里是空三昧，好，那主要就是这三种，那这 就是比较完整的说啊，他是这样讲啊，就是这三种。好，我们先下课。
看这个第五啊，下面它底下啊，就是它中间这段经文就是佛入三昧王三昧，然后就讲放光啊，那有时候也会讲动地啊，放光动地，那要断一切众生疑解，宣示一切诸法实相。那般若波罗蜜就是在讲诸法实相的，诸法实相就是让你从《阿含经》来讲啊，基本上就是无常相、无我相，诸法无我啊，诸法毕竟空相啊，其实是这样。那因为我们说过，那么到了部派对于这个无我，那么有歧义了，有不同的看法了。那么从般若经的角度看，你只取一切法有的这个概念，你是不能得解脱的啊。所以啊，那么那外道就更不用讲了啊。那底下就是讲这个，就是有一些啊外道的啊，那前面也讲为恶思所惑啊，那不认为啊，不认为这个缘起无我是真正的实相。好，那断一切众生疑解啊，就一切众生的疑。那通常你要解脱，要先断疑，疑就是对于真理实相有怀疑啊。一般我们断三解嘛，身见、戒禁取跟疑。那我们这上一次有说到。那么身见是个根本，但是要断身见之前，你一定要先断疑，对于真理，就是你对于实际上可以解脱的，你认为不能解脱，实际上是解脱的境界，你却认为这个不是解脱的境界，啊，那这个不是解脱的境界，你认为这个就是解脱，这个就是涅槃，这个不能解脱，你却认为这样就能解脱，啊，那么这个要先断。那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学佛之后通常都在非因即因非果即果里面很少跳出来。那么你只要在这里面相信，比如说 我这样做，我这样的行为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实际上是不能，但是你相信可以，那么你就在非因即因里面，那么你修行所得的境界其实不是解脱的境界，也不是清净的境界，你却认为这样的殊胜就代表是修行，就代表是 你可以趋向解脱，那这个或是你已经得解脱，这个叫做非果即果，就是你这样的修行其实不是佛法的修行，你却认为是，那你这样的修行方法其实不能得解脱，不能成佛，你却认为可以，这个观念没有先，这个没有先确定，你是不能断身见的。所以身见、戒禁取见跟疑，戒禁取见基本上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疑就是你对于真正的佛法没有了解，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不了解。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佛教徒普遍的现象，对于佛法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佛法是什么，卯起劲来就修，闷着眼睛就走。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一般说的盲修瞎练，其实就是这样。会不会有殊胜的境界？会有，但是这个殊胜跟佛法没关系。外道也可以活很久，也可以返老还童，也可以有神通，但是终究在三界里面不出轮回啊。那么目的就在于智慧，智慧是佛法不共外道的，唯一不共外道的戒跟定、神通，这一些外道也有啊。那么殊胜的境界、天人感应，这个外道也有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东西，要不然你以为在修行，其实不是，你以为这样修行就可以成就，其实没有，这一点很重要，多数的人在这一点就没办法了，就停在那里了。所以三劫里面戒禁取错误的修行观念跟修行方法你没有，疑就是对四谛有疑，就是正确的修行观念跟修行方法你很肯定，你还不肯定，或是你不肯定你就不决定修嘛，就这样啊，你很容易退嘛。所以你要对于佛法非常的肯定，那你哪里来的肯定？透过你的智慧分析，那么透过你不断的修行，
那么你修行一分你就肯定一分，修行两分你就肯定两分，那么你越修你就越肯定，其实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说要断一切众生疑解，所以说般若波罗蜜。那通常从这个地方看起来，他就是说让众生相信，因为佛到底是不是真的成佛，你要知道六师外道也都自称，六师外道也都自称他是一切智人，他是佛，就是觉者了，觉悟者，所以大家都说他是觉悟者，我怎么知道你说的你才是，别人不是啊？所以就有这个问题。好，那佛通常会有，一般我们从经典上看，为让人家深信，为了让人家深信，通常有三种，这个是第一种，叫做放光，啊，放光，啊，那么这是第一种，啊，然后第二种就是出广长舌，啊，出广长舌，啊，那第三种就是叫做说，说权利就是说，假设我说的是真的，那么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权利，就是我们叫做一语成谶，就是说，他讲出来，一言他告诉我，就按照这个。然后他放光，光非常大，那表示他告诉你这个是真的。第三个，他说出广长舌，啊，出广长舌，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做忍辱仙人的时候，那么那个割力王说：“你真的修忍辱吗？那你有没有忍辱？我们哪里知道？只有你心知道嘛。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是修忍辱？好，他就说，因为他把他的手割掉了嘛。他说你忍不忍？”你真的修忍辱，你忍不忍？我忍啊。你忍不忍？那你也许不忍，你告诉我你忍，那我不知道你真的忍不忍啊。因为心在你里面，你说了算，我们又不知道。好，他就说成地，假设我真的是忍忍，我真的没有嗔恨心，那么你把我砍掉的手会再伸回来，手就伸回来，这个叫成地，那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那这个第一个说成地。我是刚刚所以讲放光，所以给他们对聊到这里，在经典里面看到，就是感觉就死掉了。对，因为他只有那个，他可以覆整个脸，覆盖整个脸，覆三千大千世界，啊，那基本上就是有这个相的人，基本上他是诚实语的人，啊，那么我讲的是成地语，如果我讲的是真的，那就怎样怎样怎样，像央觉摩罗以前也是这样，啊，那么我真的没有嗔恨心，我从跟佛修行以来就没有嗔恨心，如果我说的是真的，那么难产的妇人就可以顺利生产，没有多久那个妇人就顺利生产了，这个叫做说成地语，那么证明他说的是实话，那么放光证明他说的是实话，出广长舌证明他说的是实话，就一般来讲有这三种了。好，那这里是用放光，那么来说诸法实相，所以他怎么放光呢？他不是平常的放光，就从脚底，一直到头顶，那能够有这种相的人，基本上就是诚实语的人，就是他真的具足一切功德的人才有办法做到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是第四个，断众生一切疑一切智，他认为他不得一切智，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因为他这个跟后面有一些东西是连结在一起的，就是讲四无畏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因为这里的讲义，有一些就是他的这样的就是讲义的会让我们误会，就是他这个讲义可能有一些错误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好，那现在看第六个，断他垢慢宣说罪福。好，他说有恶邪人，就是有邪见的，的这些人，恶见邪见的，就他观念错误，或是他烦恼重的，怀嫉妒意，就是他嫉妒，因为佛陀出现在印度，那么很多的大富长者、国王都信佛，那么他们原来的名闻利养就没有了，所以他嫉妒佛也很多。那么在阿含经里面，通常都是中阿含跟真利阿含都有，就是蛮多经典举出这个例子，他底下讲义也有。讲义也有，就是他举了很多部经，那么你会发现到多数是六师外道里面的尼犍子，尼犍子，那他比较会这样说，他说
毁谤言，佛智慧不出于人，但以幻术惑事。啊，其实就是他认为佛啊，那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人，是因为他有幻术了，啊，幻术。那么印度也很多人修这种，啊，那所以就像倪建子有一天跟他的这些徒弟讲，啊，他说他不希望谁，啊，他不希望谁，有些说是亲子，就是也是他儿子的啊，那徒弟说他不要让一个叫做优婆里的居士去佛陀那里，因为很多居士本来是要去跟佛陀挑战的，或是去质疑佛陀、问难佛陀的。那听了佛陀说法之后，都皈依佛陀，成为佛弟子。那让这些外道，哦，就是很心里面很不欢喜。所以因为有很多次这样的经验，然后所以他们都尽量禁止，啊，禁止让他不要去佛陀那里。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不管是在家的、出家的，啊，因为外道也出家的，去到佛陀那里，很多都皈依佛陀。本来要去跟佛陀辩论的，后来都变成佛弟子。那么在家中要去问难的，也都是变成佛弟子。他不认为佛陀真的是解脱者，真的有智慧。他认为佛陀一定学了一个幻术，啊，就印了一个咒术，然后就能够让这一些人迷迷糊糊跟着他，啊，特别是倪建子，啊，那所以他说佛智慧不出于人，但以幻术惑事，啊，像《真意阿含》里面啊，这里我看有没有他底下的注解里面啊，引了很多经，啊，但是没有引到，你看他有优婆离经，啊。就中阿含就是讲这个啊，有一个优婆离的居士，那么他也是啊，但是他没有引到真意阿含。那真意阿含里面也讲到一个啊，他说这个波斯匿王啊，那有一天去找佛，他跟佛说，那个倪建子跟他说，佛陀有幻术啊，那么他可以幻惑，可以就是有幻术可以惑乱众生啊，那么。他就问佛，啊，因为波斯匿王也亲近很多那当时的很多大德嘛，那倪建子就跟他讲这个瞿昙啊，瞿昙就是佛，那有幻术，那会幻化其他的人做他的弟子，啊，那波斯匿王就去跟佛说，这个倪建子说你有幻术，那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佛陀到底有没有修幻术？佛陀就说有，我有幻术。那是什么幻术呢？他说，你持不杀生戒，啊，你就不会短命多病，啊，他说的这就是法了，啊，那么就是说他令众生跟他皈依学习的并不是外道的所谓的幻术，而是他说的法，啊，他说的一切法，一切真实法，啊，那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常常可以看见的啊，所以他这里讲啊，有恶邪人啊，通常都是外道了啊，通常都是外道啊。那么怀嫉妒意毁谤啊，这个佛啊，其实他说他智慧，他是一切智者，他是得解脱的，他们不承认。他其实他跟人一样啊，但是为什么大家听他说法之后都相信他呢？都成为他的弟子呢？因为他有咒术。他有咒术，让人家迷迷糊糊跟着他啊，其实是这样，就是有人这么，就是有一些外道会这样毁谤。好，他说断彼共高邪慢异故，啊，就是要让这些人知道不是这样啊，所以他现无量神力、无量智慧力，啊，于般若波罗蜜中。好，那我们这一段文，就是我们要稍微解散这段文。你看那个讲义。他就写于般若波罗蜜，他就给他挂了一个书名号，有没有？那么意思就是在《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自说我神德无量，三界特尊以为一切父父。好，那么如果照这个前后文来看，啊，如果我们等一下写在那里，照前后文来看，他这个《般若波罗蜜》不是《般若波罗蜜经》，而是就是前面的佛著《般若波罗蜜实相》，是指这个，就是佛成正觉之后。我们知道佛自发成地，通常在两种情况下，佛会自己这样说。第一种就是佛出生的时候，
不是走七步吗？啊，那么其实比如说长阿含这个啊，我们来看这个，看看这个了哈，就是这个经文，就是如果你依照讲义写的，可能会误会啊，可能会误会。那么如果你看到四跟六来对比啊，你就会发现到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啊。那你看第四个啊，第四个是佛住波罗波罗蜜中，基本上就是佛正德实相，佛正德诸法实相，就叫做佛嘛，觉者嘛，一切智者嘛，啊，觉者，啊，就是觉悟真理的人。我们说过，佛是觉悟真理的人，正得真理的人。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实相。那么前面的第四个将佛住，就是佛正得般若波罗蜜，正得诸法实相，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已。啊，那么你看，他说这个是前面第四个讲的啊，佛正得般若波罗蜜，那实相是在说明般若波罗蜜，它是同等词。啊，般若波罗蜜就是诸法实相，般若波罗蜜就是诸法实相。那这个清净如虚空，是在说明这个实相的内涵，清净如虚空，无量无数，无量无数，基本上，它其实就是在讲一切诸佛法，就是一切诸佛所证得的实相法，是所谓的相，基本上就是无相，就是虚空相，一相只有一相就是无相，啊，这是空相啊，毕竟空相，我们叫做毕竟空相，啊，那么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这是在形容它的，形容这些法，它不是一般可以有量数，数有两种，一种就是可以数的，一种就是思量的啊。那么不可思议，它是在讲这个，所以无量无数，它基本上如果加多的话啊，比如说自论卷七的，就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那么在这个佛在这个般若波罗蜜实相法中，那这个是形容的，这个是在形容这个实相的。实相是在说明般若波罗蜜，它是同等词，所以这个如果把这一段去掉的话，啊，它基本上就是佛住般若波罗蜜中，或是佛住般若波罗蜜法中，自发成眼。你看它的文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是形容词，所以佛住般若波罗蜜中自发成眼，就是佛成正觉的时候这样说。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在四无畏里面就会讲到，啊，后面有讲四无畏，它也是。佛自成言啊，或是佛自己说。那么我们可以看经典里面佛这样说的话，通常就是讲啊，我是一切智人啊，啊，我是三界特尊啊，啊，那这样的说法通常就是佛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上次我们讲过啊，有很多种说法，但是说法不外乎就是啊，比如说我们举长阿含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三界特尊，三界嘛，三天上天下就三界嘛，为度众生生老病死，为一切富富啊，我。那么有的讲多一点，就是我已经成等正觉，或是我已经断一切生死，啊，那就讲多一点，就是他神得无量，神得无量基本上就是他已经成等正觉，啊，所以有无量神力嘛，无量智慧力啊，所以叫做神得无量。那么你看，那你于般若波罗蜜中，你看于般若波罗蜜中就是这里的佛住般若波罗蜜中，自发成言，我是一切智人。那么这个也是。啊，就是佛，这个是他来说明般若波罗蜜有无量神力、无量智慧力的，啊，就是无量威德力的。好，这个是在说明般若波罗蜜的。所以佛如果照第四个，其实第四个、第六个一起看，你会比较清楚哦。佛于般若波罗蜜中，那这个般若波罗蜜不是般若波罗蜜经啊？你看他的讲义就把它画成书名号《般若波罗蜜经》，其实不是，它跟这个一样，佛住般若波罗蜜中。佛于般若波罗蜜中，就是佛在他自觉的境界里面，就是他成等正觉，他这样说自说，啊，这个是正般若波罗蜜可以有的一些威德力、智慧力啊。那一样，那这里讲我是一切智人，跟这里讲我神得无量三界特征为一切富富，啊，就讲的广跟略而已，啊，那么这两个合并一起看，你就会很清楚，啊，基本上就是我无量神力、无量智慧力，所以你看那个讲义，如果我们有讲义嘛，讲义里面把这个般若波罗蜜分成书名号了，然后就变成啊，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中，他这样讲。但是你在《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的、六百卷的，你都找不到这样的说法，没有啊，啊，他所以他其实不是在讲这一本经，而是般若波罗蜜是他所证得的实相。那么佛证得实相之后，他这样说啊，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就是说，我们说有两种，一种就是他出生的时候，
啊，三，这是天上天下，我有读经讲这个。第二种就是他在跟外道或是跟佛弟子讲，他得四无畏，他说法无畏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那因为他底下大概有跟四无畏有一样的，他也有影，他也有影。那在般若经里面有两个地方，同时都讲到这个，就是佛有四无畏，而且四无畏底下讲的佛都是自成眼，就是因为他已经成一切智，他成正觉，所以他很直接而且决定的说啊，我是一切智者啊。那像这个佛刚成佛的时候，那有一个优陀外道，他要去读五比丘之前啊，这我们顺便讲一下。那么佛陀成佛，菩提树下成佛之后，我们说过他最早本来要度他两个禅定老师嘛，这两个都往生了，所以他就想要度谁？要度五比丘。五比丘在哪里呢？五比丘在鹿野苑啊。那所以他还要从这菩提伽耶一直到鹿野苑，还要走很久。然后他就要去度五比丘。那中途遇到一个修行人啊，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圣者叫做佛而已，其他都还没有啊。那这他叫做优陀啊，应该叫做优陀啊。那么这个外道义学外道啊，就是当时都是一样，大家都是外道啊，还没有真正解脱的人，佛是第一个。那么他看到佛的威仪不一样，就有一点像马胜比丘看那舍利佛看到马胜比丘一样啊，马胜比丘的威仪很好，威仪第一啊，啊，然后舍利佛被这个马胜比丘摄受到，哇，这个人啊表现出来的，即使你有解脱，你表现出来的威仪跟表示先出来的那个风范啊，那个光彩不太一样啊，那佛如果被他摄受到，那你像佛的威仪，那超过一定超过马胜比丘啊，佛的光明，佛的那个威德力更超过马胜比丘，所以他走在半路上就被一个修行者啊，应该是年轻的，叫做优陀啊，这叫做义学外道，看到啊，这个人了不起，这个人的从他的外相看啊，你看那个频婆娑罗王，佛陀还没成佛之前，在王舍城附近托钵，频婆娑罗王看到哇，这个年轻人那个相了不起，他就赶快要他说啊，其实他也不是很认识他嘛，他说好，你我分一半国土给你，你看。他也是从相上啊，他就被他摄受了。那这个优陀看见佛陀，哇，这个年轻人那种光彩啊，走路的光彩威仪啊，那种散发出来的特质啊，不一样，不同一般人。所以他就赶紧去问他。那你知道印度人非常重传承，所以他第一个问他的跟舍利佛问马胜比丘的一样。舍利佛也是这样问马胜比丘的、啊、那个优陀外道义学外道啊，也是这样问佛陀，他说你的师父是谁，他教你什么一样、啊、马胜比丘也是这样，不是，舍利佛也是这样问马胜比丘的，因为他们习惯他要有传承。所以你看舍利佛问马胜比丘什么，第一个看见马胜比丘，他第一个问你的师父是谁。那舍利佛马胜比丘是有师父的啊，师父是谁，佛陀释迦牟尼。好，那第一个他会问，因为他们重传承，那从吠陀以来都是重传承，尤其那个时候阿维苏时代非常重传承啊，就是老师授给弟子啊，然后所以他先问你的师父是谁，就是你是跟谁学的啦啊。那马胜比丘说我跟释迦牟尼学的，曲昙悉达多啊，就是跟释迦牟尼啊。那他教你什么？好、哦，那马胜比丘才跟他讲嘛，我师父，因为马胜比丘那个时候已经证阿罗汉了啊，然后他才跟他讲，我师父教我的非常的多，但是我简单的跟你讲扼要，简单扼要，重点的跟你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讲这两句而已。这是我师父常常跟我们说的重点，就是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叫做缘起记嘛，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后来就是有用这个记嘛。那其实只有两句话而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你看那个舍利佛善根成熟啊，他听到两句而已哦，他听到这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马上证出果啊。那你说我们听了那么久，怎么都不证啊？因缘不成熟嘛，就是你没有思维过嘛，人家已经思维过很久了，所以。一般的人，尤其像我们现在佛教徒，基本上管你什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就是念佛往生净土就是了、啊。那这样你是没办法的哦，这样你是你一直没有那个
善根可以成熟，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思维这个东西。好，那舍利弗马上就证出果，证了出果，他非常高兴，因为他跟木建人有约定嘛，他们是一同出家的，他们两个世家是非常好，婆罗门种姓的，他们两个一起出家的，他们也一同约定，他们都去后来去跟善若愚出家嘛，六师里面的善若愚，善若愚是怀疑论的啦，他不肯定世间的一切。他不肯定，什么样说都可以啊，但是这个也是一套哲学、啊、好，那么他们有约定，谁先见法，一定要马上告诉另外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舍利弗就跟马胜比丘说：“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因为他要去见他的师父。他这个人都这么厉害了，他师父更厉害啊，所以他想要去见他的师父。他就说：‘你等我一下，那么我到时候跟你一起见你的师父。’”所以你看，这个后来舍利弗就马上去跟目犍连说。那目犍连他本来在善若愚那个地方，目犍连远远看见舍利弗来了，他看舍利弗不一样，他就知道舍利弗一定见法。你看这个从外面就看得到、哦，他就知道舍利弗一定见法，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啊见的真理了，还是怎样？证的真理是怎样啊？”然后他说：“是。”他就跟他讲。舍利弗马上跟目犍连讲：“诸法因缘生，诸恶因灭。”目犍连也证出果，你看就这样。后来两个一起跟着这个马胜比丘去找佛，然后就跟着佛了，就跟着佛了。那舍利弗那个时候就做佛的侍者，但是就十五天之后证阿罗汉就换人了，因为佛没有收阿罗汉做侍者，出果都可以。啊，那目犍连一直用功，在树下用功，七天就证阿罗汉。舍利弗做侍者嘛，做侍者，啊，一般是说他的舅舅来找他辩论的时候，认为这个释迦佛是拐骗了他的外甥嘛，啊，因为他的姐姐怀这个舍利弗的时候，他就辩论不过他姐姐，他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厉害，在肚子里面就这么厉害了，等他出来那还得了，所以他这几年都去外面学法了，要回来跟他辩论。指甲都没有剪，叫做长爪犯智嘛，就讲这个故事。结果回来听说要找他的外甥辩论，结果他的外甥跟佛出家了。他觉得，啊，他也怀疑这个佛一定有幻术，他怀疑佛有幻术。你看很多人都讲佛有幻术，所以才能拐骗蒙骗他这个这么聪明的舍利弗。结果去要跟他辩论，就是讲嘛，他就是一切法不受嘛。他佛祖就问他，那你一切法这个后来叫受缚经嘛？就是跟这个摩诃居士罗啊，就说你一切法不受，那你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你受不受？啊，一句话他就没得讲啊。后来舍利弗这个佛陀就跟他讲，那什么叫做受啊？就开始这样讲。你看佛陀很厉害啊，就你看那个度三加热，三加热是火供的嘛，燃烧的嘛，他就跟他讲燃烧经，什么是燃烧？跟这个摩诃居士罗，他就跟他讲受缚经，哈，你的宗旨就是一切法不受，好，那告诉你什么叫做受。好，那后来这个舍利弗在后面听三峰嘛，三峰就是因为佛在那边跟这个摩诃居士罗对谈，舍利弗在后面听哦，三峰这样听，摩诃居士罗还没证阿罗汉，舍利弗三者就证阿罗汉了，你看这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好，那我们讲。我们重点要再说这个他这个忧头外道，他就先问，那你师父教你什么？他问佛啊，跟舍利弗问马胜比丘的一样，你师父是谁？接下来就要问，那你师父教你什么？可是忧头问悉达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释迦牟尼的时候，你师父是谁？他师父是谁？他没有啊，他自己成佛的啊。不是他师父教他成佛，他有教他禅定的师父，但没有教他解脱的师父，没有。所以他就跟他说，我是自己成就的，自觉谁称师嘛，就是说我是自己觉悟的，就叫创觉嘛，自己觉悟的，我是自己觉悟的，我不是依老师觉悟的。那个忧陀一看见，他后面就没问了，他后面说，那你证得什么？他不相信，所以很多外道不相信佛是一切智者一样，不相信他成佛一样。为什么？第一个，他修行的时间不久，
他顶多就六年而已啊。第二个，他非常年轻，佛陀成佛才几岁？35岁。今天假设了，我有时候会有想法，今天如果有一个30-40岁的人说他成佛，打死我也不相信。而且你还没有老师，我会信吗？我老师讲我也不信，真的。啊，所以你看哦，你看，一般我们就会有所谓叫做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后来很多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波斯匿王身上。啊，就是说有一个小沙弥其实已经证阿罗汉了。啊，然后他就看不起那个小沙弥，觉得他没修行嘛。他波斯匿王都是要顶礼出家众的嘛。可是如果你顶礼舍利佛、目犍连啊、大迦叶这种，他很快就拜下去了。可是要顶礼一个小孩子，他怎么样也拜不下去，你知道吗？可是不拜他又觉得不拜他又觉得他不恭敬三宝，要拜他又觉得没有面子。啊，我一个国王，一个大人要拜你这个小孩子，所以他就把那个小沙弥就叫到房间里面，那个小师傅你过来一下，就在房间顶礼他，然后告诉他，你不要告诉别人哦。然后后来小沙弥就现神通，他是阿罗汉了，均提沙弥，均提8岁就证阿罗汉了，他是舍利佛的弟弟，亲弟弟，就跟他说，现神通给他看，那个波斯匿王就眼睛瞪得很大，然后，哇，那会像这样神通的他就是修行很好的嘛，哇，想不到这个小孩子修行这么好，然后现完了神通，他就跟波斯匿王讲，你不要告诉别人。所以你看哦，我们很容易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释迦牟尼佛那么年轻又没有老师，他能够成佛，他不相信，所以他就没再问了。如果他继续问，好，那你成佛的境界证的是什么？那就不一样了，他就不问了。然后他如果因为他也没老师嘛，所以他就问，那你要去哪里？那因为他没问，你看哦，他没问佛陀就没讲哦，因为他没有问，因为他已经心里面已经起什么共高我慢的心了，所以你看那个戒律里面哦。要去为动尊说法，但是人在高处，己在低处，不应当为说法，啊，那么人站己立，人坐己站，人坐己立，不应该为说法，人持矛，人持盖，不应当为说法。你看有那么多不应该为说法的，为什么？因为他功高我慢，法不入心，他升起我慢了。通常你在我慢心升起的时候，虽然你应当为众生说法，让众生得利，但是你在我慢，你看不起这个说法的人，你不尊重这个说法的人的时候，通常你就在佛法上升起障碍了，你就不容易误入这个法，因为你的心有障碍。所以这个时候你为他说法，只是让他对佛法更回谤而已，啊，所以这个时候不应当为他说法。你看戒律里面都这样规定，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里面说的啊，就是。很多人其实会误会佛陀了啊，就像我们讲这个优陀啊，他这个佛陀要去度五比丘之前，假设他那个时候没有我慢心，他可能是第一个得度的，善根不成熟啊，善根不成熟。好，那所以他这里讲啊，他们说到啊，我们刚才要讲的就是这个里面其实般若波罗蜜不是指般若波罗蜜经，而是跟前面第四个是一样的，佛住般若波罗蜜中。佛住般若波罗蜜经，因为这个讲义他把它化成于般若波罗蜜中，啊，那么自说啊，就变成在般若经里面有这么说，其实不是，这个是他成佛的境界里面啊，他依这个境界，他所证得的实相，那这个无量神力、无量智慧力，就是般若波罗蜜中的功德力啊，其实是这样，跟第四个其实是说的是差不多一样的啊，差不多一样的。那么只是第四个是有人以佛不得一切智，那么这个是不但怀疑而且毁谤佛是幻术幻化祸乱众生啊，它是层次有一点不一样。好，那么底下为一切富，应该是般若波罗蜜中只说到这里而已，只说到这里而已。那么他说一发恶念获罪无量，一发尽信受人天乐必得涅槃。好，那么这个应该这一段文应该是龙树引这个般若经的啊。那么般若经里面有强调啊，回指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就是回指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啊。那
那么假设你毁谤般若，就是毁谤三世诸佛，毁谤三世诸佛就会让你堕，堕就是无量百千亿岁堕大地狱中，啊，好，我们把它写出来哦，就是在《般若经》里面啊，它有提到这个概念，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先了解一个背景啊，就是初期大圣就是般若波罗蜜在流行的时候，那么是当时部派同时是很兴盛的时候，就是初期大圣跟部派是同时存在的，啊。那所以啊，很多那个时候的部派的这些声闻学者是认为这个般若波罗蜜非佛说啊，就是我们说的大圣非佛说了，就是你这样的说法不是佛说的啊，因为般若经的经典不是在就是阿含经的结集的经典里面嘛，没有。那他认为你这样的说法，就是说。部派里面他们会认为我所传下来的这些经典里面没有这部经，即使部派跟部派之间也会这样哦，因为部派跟部派之间他彼此的经典他有大同小异，有一些经是这个部派有这个部派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你会看大比婆沙里面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后，他会讲你这个经我们没有，所以这个经是你们自己编的。那么有部有一些经典也是其他经部没，其他部派没有的。那么其他部派有一些经典，比如大乘部，那么他有一些经典是有部没有的，有部有一些经典也是大乘部没有的。所以他们有些部派之间会彼此说：“你这个经典我们没有，所以这个不是佛传下来的，不是真正佛传，是你们自己编的，自己加进去的。”啊，那实际上结集经典之后，确实各个部派因为都是第一个就是。大迦叶结集并没有把所有佛说的法都收在里面，并没有，并没有，他就是五百阿罗汉所听到的，啊，那么以阿难那么做总结，那么其他因为五百阿罗汉佛弟子不是只有五百阿罗汉，有很多没有参加结集的阿罗汉，他会跟他的弟子说，啊，我亲眼听闻佛这么说，那么这个他的弟子就会把这一部分加进什么？加进结集的经典里面，他们所结集传送的经典里面。通常都会这样，所以后来就会慢慢产生各个部派有一点不太一样。戒律也是这样，我们说过戒律是经是佛弟子也可以说的，经是佛跟佛弟子都可以的，但是戒律只有佛能治，其他的弟子不能治的，开遮持饭都要由佛来说的啊。但是经是可以的，舍利佛说的，目犍连说的，大迦叶说的，阿难说的，都可以成为经，都可以流传。但是戒律没有，戒律只有佛制，即使是这样不能改的戒律后来都改了，所以才会有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嘛。你不要讲什么，我们就说四分律，上次我们有讲过，啊，我们受持的是四分律嘛，250条比丘尼348嘛，啊，那么四分律里面，四分律里面众学法我们说过，众学法100条，26条是其他的部派都没有的，其中24条是有关于塔，2条是有关于佛像，这是其他部派没有的，这个不就是自己加进去的吗？啊，因为四分律、檀无德、法藏部、众咒、众塔，啊，他们三藏之外还有一个咒藏，啊，那这些基本上你会发现到说，部派其实他已经有各自有思想，啊，但是即使是这样，多数的部派还是否定般若经的，那认为般若经讲的一切法空，不是佛法的概念。不是佛法，般若经说的道理，啊，在扭曲佛法，所以般若经在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啊，就会毁谤般若经。所以你看那个般若经里面，啊，都有这种概念。第一个就是说，假设你诵般若经，或是你受持般若经，有人毁谤你，你不要退失信心。为什么？因为常见嘛，很多人会毁谤你，你不要退失信心。那个是你先世罪业，因多恶道。啊，你看《金刚经》也这么讲，《般若经》里面有这么说。那是你先世罪业因堕恶道，但是因为现在受毁谤，你还不改变，所以他会强调你即使针对种种的华语，但是你很深入般若，了解般若，确信般若，那么这个不是一佛二佛。从正面来讲，从正面来讲，他会告诉你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三根。从反面来讲，他会告诉你。那么你受持般若为人毁谤，是你先世罪业因多恶道，今以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
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在般若经里面很常见。好，我们把它写一下啊。好，就是毁谤般若波罗蜜的了啊。那么般若没有字啊。我们讲的般若经都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了啊，就不用特别写啊。般若卷十一。它就叫做信回品，啊，就相信跟回谤的，啊，就是你相信有什么功德，回谤有什么罪业，啊，所以他这里后，他这里的经文讲到这个，若一发恶念，获罪无量；一发净信，受人天乐，必得涅槃。好，他这个是概说了，简说啊，就把般若经这个概念啊，他讲到，此毁生般若波罗蜜故。就是你毁谤，执毁就是毁谤啊，执毁生般若波罗蜜故，他说你毁谤般若波罗蜜就是毁谤三世诸佛，为什么？因为一切三世诸佛都从般若波罗蜜而成佛啊，没有般若波罗蜜就没有三世诸佛。那么你现在毁谤般若波罗蜜，你就毁谤三世诸佛，就表示什么？因为般若，因为三世诸佛过去佛，依是依般若而成佛，未来佛还是要依般若而成佛，现在佛也是依般若而成佛。那么你认为般若不能成佛，那就表示现在的佛不是佛，过去的佛也没有成佛，未来依般若波罗蜜的也成不了佛，就是这种概念啊。啊，为什么？因为你怀疑般若，那么他是依般若成佛的，那么就这一些就不是成，就他就不是佛了嘛啊，所以他是这种概念。他说此毁生般若波罗蜜啊，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了啊，故则为此毁过去，则为此毁过去，此毁过去未来现在啊，就是三世诸佛了，过去未来。跟现在诸佛一切智，三世诸佛的一切智一切种子，因为般若波罗蜜就是一切智一切种子，一切智一切种子，世人为止三世诸佛啊，世人为止三世诸佛，一切智故，啊，所以你用这个来再来对照啊，对照这个经里面说的，就是他般若，他这个般若波罗蜜中智说啊，然后他认为他是幻化，这个其实就是。毁谤他佛所证的般若波罗蜜了，其实就是讲这样啊。那他说毁谤三世诸佛一切智故，起破法业，这样你就升起破法的恶业，起破法业，破法业因缘集故啊，集就是积集啊，破法业因缘就是你一直毁谤啊，而且不改啊，破法业因缘。积故，积集的原因啊，那么无量百千亿岁堕大地狱中啊，就受无量苦了啊，无量百千亿岁，堕大地狱中。那么在《大般涅槃经》有讲到须菩提曾经毁谤过佛陀，啊，那么堕在地狱里面。
也有讲过这样的。那么他说这个好，那么这个是受无量罪。另外在般若经卷十七啊一样，他就讲有无量福啊，般若卷十七，这个是卷十一的，他有深奥品。因为你会发现到龙树在讲很多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综合很多东西来讲的，啊。那么，若是菩萨摩诃萨啊，就是你相信的，若是菩萨摩诃萨，能如说行，如说学，如般若波罗蜜中观啊，其实一样啊，波罗蜜中观啊，就观了，做观了，是修了，其实就是修啊，如说行，如说学，如说修，就观。那么他说具足勤精进，一念生死，当得无量无边阿僧祇福德。阿僧祇上写这个祇。所以他这里主要就是相信跟毁谤般若波罗蜜，主要是这样。那么从你相信般若波罗蜜，你就相信诸佛；相信诸佛，你就相信般若波罗蜜啊。从这个地方，因为佛就是证得般若波罗蜜，那么依般若波罗蜜中说出一切法啊，其实是这样。所以这里啊，我们来对看啊，这里的讲啊，就说于般若波罗蜜中。啊，这个是，它其实跟我们说过，这个书名号其实是要把它去掉。它其实跟前面的啊，这个佛住般若波罗蜜中啊，自发成言，跟佛于般若波罗蜜中自说我神得无量三界的这个就啊，就到这里而已。那后面啊，后面很明显的就是它是不是连接着佛自说而来，而是。啊，这个你对这个般若波罗蜜，你一发恶念啊，就是你对这个佛所说的般若波罗蜜，你不相信，而且毁谤，那么就获罪无量。那么如果你相信，一发尽信，那么你就会受人天乐，必得涅槃，因为依般若而成佛。好，那么这里说到的这个尽信，一发尽信，好，那我们稍微讲一下。那么，我们对照看，现在就会比较清楚啊。其实就是你清净心了啊，这个净信，相信啊。那一般我们依诚实论来说啊，他说这个净信有两种。他说：“是信，这种信，啊，有两种，
通常宗教徒都有信，信是宗教供的，但是会佛法大众就特别讲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就是会智慧是不共外道的，戒跟定也是共外道，信戒定都是共外道，但是佛法的会，这个会，这个会是指般若波罗蜜，这个是不共外道的，这实相会，那般若经也是强调这样，他说是信有两种，第一个，从痴生，从愚痴生，那阿含经不断的在强调，一切的痛苦都从愚痴生，那么要离一切苦，一定要有智慧，一切的福德都从智慧生，一切的痛苦烦恼都从愚痴生，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好好想，那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愚痴，那有些人是专门重信，就专门重信，但是比如说好，我们就简单讲，比如说你念佛啦、持咒啦、拜忏，好，那你不晓得为什么要念，念些什么，为什么你都不晓得，你只知道好，反正念了就会有功德，像我们现在诈骗啊，你也不晓得你要去工作，去哪里工作，为什么会这么好赚，你不知道，你就算知道，反正就有人这么说，他曾经去那边赚了很多，然后要做什么不用做很多只要很简单的做，你就可以得到很多，那怎么可以这么多？不管他，反正就是这么多，那么你就会被骗，那么世间的人会被骗，修行的人也会被骗，那世间的人骗有可能就是损失钱财，有时候损失性命，那修行人被骗呢，损失法身慧命，而且不是一世，是生生世世，更糟糕，我告诉你真的所以有很多你要清楚我们把这个讲完就好，他说这个信有两种，第一个从愚痴生从痴生他讲从痴其实就是愚痴从愚痴生的那么他说就好像不思善恶，你没有分别，这样的是对的不对的，好的跟不好的，不对在哪里，好在哪里，你没有去分别这个东西也不晓得这样是修对，比如说苦行那苦行解脱，为什么苦行可以得解脱，那你不管，反正就有人因为这样对说谁见了，真的吗，这样叫解脱吗，你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修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以前就这样修，传统有权威的人，哪一个有修行的人这样说，相信传统，相信权威，那么大家都这样修，相信什么，盲从，相信大众，因为大家都相信你就相信，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你就相信，因为某一个有权威的人这样说你就相信，那么我告诉你，你这样就是愚痴生那你不是因为你真正明白，真正了解，真正知道那个道理，真正你有体验到，不是那么不思善恶，那么愚，像以前的六思就是这样，愚复然那，复然那就是六思外道里面的等恶思所生净心，恶思所生净心，你也是非常的相信他你也是非常的也是净心净心但是你的心实不净因为有邪见，其实就不净，但是你是完全的相信他，没有任何怀疑的相信他那现在有很多也是这样然后第二个我们把这个讲完从自身，所以佛法的智慧怎么来很重要闻思修证一定要经过如理思维，听了你第一个你会听的通常都是你相信的嘛但是听了之后还要如理思维，如理思维还不够还要你如实修行，看看是不是真的像讲的那个样子，而且不是死后才知道的，不是以后才知道的，是修马上修马上就能够体验的，佛法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说等你死了之后你才知道有没有，没有，那你死了都死了，有没有知道已经没有用了，你知道吗？不是的，那么从自身，那么智慧基本上就是四个层次：闻思修证，上次就
我们讲过，也讲过，陀罗尼其实就是文思修正的四种陀罗尼，基本上就是文思修正的四个层次，啊，后来就陀罗尼变成咒了啊，就不一样了。好，那么从自身啊，后来咒就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完全跟智慧没关系了，啊，你也不要懂那么多，你也不要想那么多，你相信就是一直念就是，你就会有，啊，这样是说什么？这样叫做从痴身的进心，这样是不对的哦。好，那么所以他讲啊，如四性中，啊，四性是什么？四不坏性，信佛、信法、信身、信戒啊。那么这是信行人，基本上得四不坏性啊，也可以得解脱，也可以证果了啊。那么于佛等生净心。所以一样是净心，一样是生净心，净心这个叫净心嘛。但是还是有分，啊，但是外道的净心不是真正的净心了，啊。好，那这个是我们从这里讲啊，就是一发净心，受人天乐，必得涅槃；一发恶念，获罪无量。啊，这个应该是《龙树引般若经》里面的，啊，那这个《般若波罗蜜中》自说。我神得无量三界特征一切夫妇，啊，应该到这里。然后一发恶念获罪无量，恶念是毁谤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净心是相信般若波罗蜜，啊，那相信般若波罗蜜就相信诸佛，相信诸佛就相信般若波罗蜜，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好，因为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么这个一切智人跟这个后面的这个一切夫妇三界特征，啊，我们后面会再讲。他这个跟四无畏佛有四无畏啊，就是说法无畏这种。那么我是一切智人无畏啊，那这个也有一点关系。那跟后面还有七八九十这一些啊，那么都有一些关联。这个我们啊下次再来讲。好，那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